myself longing for interacting with some of the wealthiest people in the country. It is my feeling that your diction could use some finessing. Fun. Well, George, honey, look, I'm the CEO. OK， 好，现在是电影故事揭秘了。好，这一次呢，我们就要讲解呢关于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名单呢已经出炉了。我们可以看得到呢，有几部呢电影呢正式呢就是会角逐今年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以及各种各项的奖项。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就来讨论一下关于奥斯卡金像奖哪一部电影呢会成为这一次的就是我们会以猜测的方式呢，就是看哪一部电影呢会成为这一次的赢家。好，这次我们也请绿色大哥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关于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最佳电影先。好，大家好，今年有八部的最佳电影的入围者了，其中一个比较让我们意外的应该就是 Black Panther， 因为它是一部商业电影，又是一个superhero 的电影，所以可以入围最佳电影，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很特殊的一个现象。虽然他入围，不过我本身不觉得他应该拿了。另外几部我本身有看过的就是 Bohemian Rhapsody， 这个是Queen's 的一个自传。我觉得这部的机会是蛮大的。另外一部我有看的是《A Star Is Born》，这个是Lady Gaga 跟Bradley Cooper 的电影。这两部电影我看了都个人蛮喜欢的。不过如果说是要以那个奥斯卡的那个的标准来说，我觉得他们比较商业化。另外几部我本身还没有看过的是，其中几部就是《The Favorite》，这个是讲18世纪的一个比较宫廷式的一个电影。另外一部是《Vice》，也是算是自传啦，是一个 Vice President， 美国的一个Vice President 的自传。另外两部就是《Green Book》还有《Roma》。我本身虽然我没有看过《Roma》，不过我觉得我看了他的trailer， 它是一部黑白电影，是讲述一个女佣在墨西哥的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故事啦，是以黑白，整部片子都是黑白的。我觉得这部是一个比较有意境、比较有一种种族的一个观念的一个电影。我觉得 Roma 应该是比较会突出的，所以我预测最佳电影会是 Roma。 你本身有什么？对了，因为我有很多部其实我都没有看过，但是我是从报道的可以知道的，就是讲罗马，就是 Roma 这部呢算是今年的大热的电影了，就是很多人都看好这部电影呢可以拿到今年的最佳电影的那个奖项。是因为它比较比较有艺术的那种它的境界啊，它拍摄的境界，因为是黑白，让人想起好像那个 Schindler's List 啊，那个也是那个 Steven Spielberg 拿到奥斯卡的那部纳粹人那部，所以我觉得是机会比较大。对，如果除了这部的话，你还看好哪一部最佳电影呢？其实我想我本身啦是希望Bohemian Rhapsody 可以拿啦，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机会不大啦。另外一部就是超级英雄吧，相信这是第一部超级英雄入选为奥斯卡最佳电影的，就是黑豹。对 Bad Panther， 对，所以你觉得这部有可能拿到最佳电影吗？我觉得应该不可能，不过我猜测他为什么会入围，因为是可能他的
它有一种比较有一个种族的，就非洲种族的那种很浓厚的那种那个叫气息啊，在电影里面那种他们的服装啦、啊，他们的那种传统的那些打斗的方式那些，我觉得这些应该是就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大的原因，为什么他会入围那个最佳的影片呢？就是评审就是会觉得这部superhero 电影呢，就跟其他的 superhero 电影是比较不一样的，对，比较不一样，就是在在前世就是传统的，就是南非洲非洲的传统上面呢，就是有特别的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可能考量，所以他可以拿到最佳电影提名的可能性哦。对对对，这是我的见解了。嗯，对，所以这个毕竟是超级英雄，而且是今年算是美国的最卖座的电影吧，因为它比 Avenger 呢在美国还要多了一点点，就是超过一点点的那个票房。对。所以他成为了美国去年最卖座的电影。是的，如果他能拿到最佳影片呢，我相信这个也是算是就是奥斯卡每次都会让人觉得就是他们的颁奖的电影呢，就是比较就是会倾向艺术方面的那个方式去评审。所以如果是我们看过这其他的几部的参赛作品呢，都艺术的层面呢，就是他的表现方式都不错，只除了黑豹方面呢会比较就是商业性很重的一部电影。如果这部电影拿到的话，我相信就有一点算是奥斯卡最冷门的爆黑马了。对对，会不是黑豹了，是黑马。黑马，对，是有一点会跌破眼镜这样。不过我觉得他可以入围，已经算是一个前进一大步了，在奥斯卡的那个历史上面来说啦，因为毕竟他是第一部这种英雄片可以进入最佳影片，所以可能这次可以入围，所以会带动下次可能更多类似的电影会也会一样的入围，所以他可能会把那个奥斯卡的标准会比较大众化，所以说不是说你会看了觉得比较艺术的就会一定会拿到可以入围啦，所以我觉得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只是可能观众的口味现在越来越不一样了，有一点进化了可能。对啊，如果对于漫威来讲呢，的确是给他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他们十周年的那个纪念了。是的。不过我们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就是今年入围的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吧。好，我们现在就先看最佳男主角。好，最佳男主角有五位啦。第一位是Christian Bale 在那个 Vice。就是那个他演那个 Vice President 的那部电影。 Christian Bale 如果你看那个Batman 你就知道他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Batman， 不过他在这部电影的他演的那个 Vice 那个男主角你完全看不出是他，因为他为了这部戏去增肥了，肥了很多，所以我觉得算是为艺术牺牲了。另外一部就是 Bradley Cooper 的 A Star Is Born， 这部我也看了等下我再讲我对哪一个比较有信心了。另外一个是 William Dafoe， 他是演At Eternity Gates， 这部电影是讲那个Van Gogh， 就是那以前的那个有名的那个painters， 所以他是一个算是也是一个自传来的。另外一部就是另外一个男主角就是 Rami Malek， 就是演Bohemian Rhapsody 的那个男主角，就是饰演 Queen 的那个角色的。我本身是看好他的。另外一个是 Viggo Mortensen， 他是在 Green Book 里面。这部电影 Green Book 是讲述应该是
真人真事改编的，就是一个比较六七十年代比较有种族歧视的年代，他就是帮助一个算是黑人的当他的司机发展出来的一个故事。在这五个男主角里面，我觉得比较有机会的应该是Rami Malek， 就是演那个Bohemian Rhapsody 的那个。其实因为我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他也诠释的非常好，所以我看好他。不过我本身希望拿到的就是Bradley Cooper， 他在 A Star Is Born， 他在里面的角色，他的表演也是非常好，还有他亲自唱那个里面的歌曲，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敬业，还有可以会去尝试很多新的演绎还有他也是里面的一个他也是这部戏的导演，所以如果我选的话，应该是Rami Malek， 不过如果 Bradley Cooper 拿到的话，我也是很开心。那个 Bradley Cooper 算是他是歌手吗？他不是歌，他是算是演员，不过他蛮会唱歌的。对啊，我听到他的歌声真的是，还以为他真是算是，因为 Lady Gaga 就不用讲了嘛，他本身就是一个歌手嘛，所以他为了要配合他，然后他又就是他有我听到他的那个他的在里面唱的歌，我真的是。很专业对吗？算很专业，对对，很专业，很专业， 是啊，所以不过我还是看好那个 Rami Malek，我还是会比较看好 Rami Malek。对了，那个 Wise 在新加坡有上映吗？好像还没有，还没有看到，还没有看到啊。对啊，这边马来西亚也是没有上映这个 Wise 啊。OK， 这部。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得到这部片有什么，就是男主角有怎样子的表现啊。我觉得 Christian Bale 的演绎是应该是不用质疑啦，他演戏是算是一级棒的，只是我觉得他很愿意为艺术牺牲。他不很久以前他也为了一部戏叫Mechanic 还是叫 Insomnia 的，他把自己 Insomnia 的把自己变得非常非常瘦。Mechanic 对吗？是 Mechanic 是吗？对 Mechanic 对，他把自己变得非常非常的瘦，所以他对啊，吓死人了。对他，我觉得他是非常敬业啦，这是一个我们值得钦佩的一个地方。而且他那部戏过后的下一年呢，他就要演 Batman 了。所以他我觉得他又练回他的那个身材了。对，我最近好像有看到一个报道，他好像有一点后悔了，可能他这种突然增肥突然减肥那种方式对他的身体他的长远来讲应该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所以他好像有一点很不好。对，应该有一点后悔了。而且他不止一次，还有一部叫好像是 American Hustler 是吗？他也为那部戏增肥了。对是，就是他不止一次就是这样子糟蹋他的身体。对对，为了他的演艺事业啦。对，立正大哥有看过他早期最他小时候的那部戏吧？Empire of a Sun 有，他其实算是童星啊，在那边发掘出来的。对，他算是一个真的是为电影付出的演员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他可以拿到就是最佳男主角。可是如果没有错的话，他应该还没有拿到任何奖项吧？印象中好像没有，好像还没有，对不对？不过好像那个你讲的那部 Empire， 他有拿到 supporting 吗？忘记了，太久了。那个啊，最佳男配角、对，凤有没有提名啊？这个要去找，这个要去找找看，要去找找看，要去看一下他的那个。太久了，对，那部太久了，对。好，
好，现在我们就讲一下，就是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就是提名。好，一样也是有五位啦。第一位就是《罗马》里面的一个女主角，我她的名字我不懂怎么念啦，就是 Yalitza Aparicio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所以这部是她的，她演那个她演那个 maid， 就是那个女佣的。另外一个是 Glenn Close， 他在 The Wife， 饰演女主角。Glenn Close 是一个老戏骨来的了，他演什么都像什么。他虽然年纪很大了，不过他演戏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表演方式，还有他的魅力。另外一个是 Olivia Colman， 他在 The Favorite 里面应该是饰演其中的一个Queens 吧。不过这部我也没有看，也好像没有看到看过他的预告片。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Lady Gaga，Lady Gaga 在《A Star Is Born》，她演就是那个发掘出来的你，从素人变成明星的那个女主角。另外一个我比较觉得比较意外的是 Melissa McCarthy， 她在 Can You Ever Forgive Me 这部戏里面入围了最佳女主角。 Melissa McCarthy 她如果你有看过很多那种搞笑片，她是一个大笑姑婆那种搞笑的演员来的，所以她在这部戏里面算她饰演一个女作家，是像是好像冒充别人去写作的一个女作家。她虽然在这部戏里面已经不是搞笑的角色，不过她可以入围，我觉得是一个也是算是一个意外啦，就好像 Black Panther 这样的意外。如果这五个里面我觉得最有机会的应该是罗马里面的那个亚历扎。一样的，就是因为他在这部戏里面他饰演的应该是算是比较可以让人津津乐道，还有他可以考验他演技的一部戏了。如果 Lady Gaga 可以拿，我也是非常的高兴，不过我觉得可能他的机会比较没有这么大，不比那个亚历莎的来得大一点。这是我的猜测。对对对，但是因为就还有很多就是很多电影呢，就是这几部电影我们都没有看过，对对，所以很难下结论啊。所以我们是大胆预测，我们只能从我们的那个看过的电影来去就是评论他们的演技。当然呢，如果是Lady Gaga 呢，就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在第一部他的处女作是表现得非常的很好了，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这部电影成功，然后他又可以直接拿下的最佳女主角的那个荣幸嘛。是，希望。对对对，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其他的入围的名单。当然，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最佳动画长片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最佳动画长片里面有Incredible 2， 还有那部潜之岛 Dogs， 还有一部是未来的未来，我在这边看到的是 Mirai， 应该是一个日本的动画，对， Mirai 是吗？Mirai 是吧？ Mirai、yeah. 还有一个就是 Spider-Man 最新的动画，还有那个 Red 的 Bricks 的 Internet， 那部叫 Rough Bricks 呀 ，Bricks 的 Internet， 我读了 Rough Bricks 的 Internet， 对，就是这五部入围了最佳动画长片。以迪士尼的一贯的作风啊，就是讲今年呢，就是只有那个今年就两部了，就是 Pixar 跟那个迪士尼嘛，对不对？所以就是 Incredible 2跟那个无敌破坏王2网路大暴走，Red Internet。所以呢，如果我们来看这两部的话呢，就是讲Incredible 2呢，
在美国呢票房呢是非常的好啊，应该有5亿多的票房啊，所以在但是在全世界的票房呢就没有这么突出，所以呢这两部来相比的话呢，就是 Incredible 2呢的那个可以拿到最佳动画长片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嗯，然后李佳大哥你看其他几部呢？这五部里面我看了三部，就是 Incredibles 2， 还有 Ralph Breaks the Internet， 最后一部就是那个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这三部我看了，我觉得 Ralph Breaks the Internet 应该拿不到，因为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一部续集而已。Incredibles 2 我觉得好看，不过应该还比那个 Spider-Man 没有这么强。我觉得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应该是会拿到这个奥斯卡，因为如果你看了这部电影，你觉得哦，原来他可以拍到这么没有约束，还有他的画工，他的 animation 不算是最好的，不是画得很仔细那种，还其实看了你还有点在看漫画那种那种感觉的，所以它算是一个很新的一种一个表演动画的一个方式表现手法。对，还有一点我很欣赏的就是，因为在这部电影里面，它有其实有很多各不一样的 Spider-Man 的角色的，它有一个 Spider Pop 就是猪来的，它的画工其实你在里面，它可以把不一样的画工的角色融入在一部电影里面，还有你可以你很完美的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的一个 animation 的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我非常看好这个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所以我是预测他会拿到的。好的，yeah. 这是还有两部呢，就是日本拍摄的动画片呢、啊。千之岛还有未来的未来啊，这两部这两部呢就是对那个浅未来的未来就我也没有看过，那浅之岛呢就应该是 stop motion 的方式拍摄的，对对对，对，所以这几部的话就是这 Spider-Man 的新的动画片呢的确是对我们亚洲市场我们会觉得不错啦，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奥斯卡美国奥斯卡评审的他们的最终的结果会怎样？对对对，嗯，我们只可以预测而已。对，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看完全部嘛。啊，对。但是呢，如果是这两部动画片来讲呢，我看就是从奥斯卡以前到现在呢，只有一部日本动画片呢是可以拿到最佳动画长片的，也就是那个宫崎骏的Spirit Away 吗？啊 ，Spirit Away， 对对对，啊，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呢，只有一部日本动画片可以拿到的最佳动画长片，就是 Spirit Away。所以，这两部呢，会比较困难，我觉得，如果是没有非常特殊的那个剧情还有那个内容的话，我相信会比较难突围啦。对。所以呢，我们都是觉得 Spider-Man 是可以拿到今年的最佳动画长片。是的，这是我们的预测。你也是有一样的预测吗？还是你有别的？暂时来讲也是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动画片呢就都有在我们这边上映，就是这几部嘛，所以他们的本身的就是差别也不太大，所以我们大概都可以预测得到哪一部可以上，就是哪一部可以拿到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明白。好了，现在呢就还有其他的，就我们就下次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再做一个更详细的奥斯卡的解说吧。好。今天呢我们就到此为止。好了，奥斯卡金像奖呢就在2019年2月14号，就是在新年过后呢就会颁奖了，所以呢除此之外呢，你对于奥斯卡这几年来的那个就是这个颁奖典礼啦，你
有什么就是感想吗？你说大概。其实我也没有真正去非常的去关注这个奥斯卡奖，通常都是等那个他的成绩出来过后才去翻看一下那些电影，那些就是可能没有看过吧，不过拿到那个奥斯卡奖的那些电影，所以我本身觉得这种就是电影奖项就是都是只是一个奖励那种工，就是那种演艺那个事业的一些演员啊、导演啊之类的。不过拿奖未必是代表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奖励，也不算是说就是算是一个肯定，也不是唯一的肯定啦。所以我也不觉得说没有拿到奖的就是不好的电影，所以我们就看谁可以拿奖也好，不拿奖也好，就是觉得适合自己口味的电影就去看，所以我觉得还好，不会说特别去关注这个奖项。这样子的话就这样多年来了，有什么奥斯卡金像奖的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比如什么电影啊，还是什么事情啊、事件啊，会觉得你比较深刻的呢？比较深刻啊，比较深刻应该就是那个演那个Joker， 拍完 Joker 死掉的那个他好像是有入，最后他也拿到奖项啊，对，所以他有达到吗？没有吗？他有入围，我忘记他有没有拿到，他好像有入围，对吧，我忘记他有没有拿到，不过我觉得那个是比较一个算是一个因为遗憾所以比较深刻吧。是，对啊，就算他没有拿到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可是他们在很多影迷的心目中他已经是最佳的那个对对对男配角了，对对对就是因为那个Joker的那个形象，是的是的。还有什么电影呢？你会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吗？尤其是这几年来的那个奥斯卡金像奖。其实我也因为我比较觉得奥斯卡都比较偏向那种比较艺术性比较高强的电影，这种电影通常都比较沉闷比较慢的一些电影，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觉得奥斯卡电影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那种。不过我觉得应该比较深刻的就是刚才我有讲过，就是那个 Schindler's List 啦，那个我比较深刻，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比较少有的就是黑白电影，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很都是拍那个彩色电影的了，不过在那时候可以拍出一个黑白的电影，又是记录比较真实的比较那种有血有肉的那种纳税人被纳税人就是那时候的那些惨剧啊，那个我觉得那部电影会让我比较印象深刻，其他接下来我就比较少去关注了。其实，就是说那部电影呢，的确，那部电影是 Steven Spielberg 拍的，对对，他是 After 祖国西帕的时候，他就其实他因为他本身是犹太人，所以他就想要拍一部关于犹太人，犹太人那时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就是悲惨悲剧了、就是、悲剧，对啊，悲惨剧了，对啊，惨剧了，对，就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呢，就是他想要用电影的方式去给大家知道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可能在他心目中他就一直想要拍这样的电影，可是他就是以前到现在我们都会觉得 Steven Spielberg 的电影呢都是比较属于那种就是商业化比较小孩子化的，对，就是比较小孩子的，所以可能他已经酝酿很久了，所以他本身也是想要用黑白影片，就是因为他要还原那种就是那个时代的那种背景的那种感觉，所以
在那时候算比较OK 的。嗯，但是我可以讲一件事情啦，就是以前我知道的，就是马来西亚呢那时候呢就禁止了这部电影，不是也不是算禁止，就是讲他在本来是要在马来西亚上映的时候呢，马来西亚一定要剪掉他的那个裸露的场面。嗯，对对。所以呢，那个 Steven Spielberg 呢坚持呢不可以剪他的这部电影，他认为这个就是历史来的，对，所以一刀都不能剪。所以那时候呢，马来西亚跟 Steven Spielberg 的电影交恶了一阵子的嘛，就是讲过后呢，就 Steven Spielberg 的电影就没有的在，就是他有监制、有参与制作的电影呢，都没有的在马来西亚上面。哦，像好几年 Blacklist 啊，就是 Blacklist 啊，就是如果马来西亚不上映我的那个Singular List 的话。嗯，其他的戏我也不要再买一下上映、哦、就是他选择不要上映了、对、嗯、过后他有 Casper， 他有拍 Casper， 就是他监制的 Casper、嗯、那部电影还有几部电影都没有的在马来西亚上映，过后呢两三年后呢这件事情才解禁了、哦 okay 嗯、这个是小小的一个 我知道的一个历史故事，小插曲了啊，对对对，其实那部好了，这样子的话 你讲的那个裸露的，我觉得那部那个是蛮重要的一场戏啊，因为那场戏就是要真正的表现出来他们怎么被羞辱，怎么样被算是虐待吧，所以我觉得那个裸露的那个情节，如果你真的被砍掉很多了，变成没有那种震撼力了。所以我觉得他的坚持是对的，是啊，是啊，我明白他的苦衷，但是毕竟呢，马来西亚是宗教意识国家比较深的那个国家的，所以呢，很多电影都不能就是进来马来西亚的，是好像就是2000年之前啊，只要关系 vampire 的，都不能进入马来西亚。哦，就好像中国不可以上映鬼片这样啦。对对对，好像 Interview with Vampire 好像这样的电影呢，就关于吸血僵尸的就不可以上映，都没有办法就是在马来西亚上映。OK， 这部也是这个也是到了2000不懂多少年，When Helsing， 你还记得有部 When Helsing 吗？有对，就是那部呢才正式解禁，马来西亚的终于可以上映。OK， 有吸血鬼的就OK， 好，所以盛大哥在新加坡就会比较幸福一点了，我们也是这样觉得了，因为新加坡之前还有听讲还可以上三级的电影。对对，可以三级，不过新加坡比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如果是那种方言的，它就会变就会翻译成华语了，就是这个部分而已。其他的我觉得还 OK。嗯，哦，对对对，就是啊，是的，是的。但是现在华语片比较多的话，情况我觉得更好。对对对，其实也没有差啦。对。有没有差？对对对。好了，今天的那个关于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电影的预测呢，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好，这样子也谢谢李切嘎的在这里的跟我们讲解关于他的这几个入围电影的预测。好的，好 ，OK。也再过几天呢，就是农历新年了，也祝大家呢农历新年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OK， 拜拜。